古天乐同九云卫呢日就一齐出席护肤品牌嘅慈善活动。最近忙紧拍摄电影《真三国无双》嘅古仔，呢次喺戏入边饰演嘅历史人物吕布，原来都系古仔最中意嘅角色嚟噶。因为我自己以前都系玩呢个游戏，咁啊，吕布系我嗰阵时玩呢个游戏选择嘅，我只会拣佢咯。咁啊，因为吕布又比较好打啦，咁啊，所以今次做呢个角色我系好开心。日前古仔就在社交平台铺了张童颜照，网民都大赞好可爱啊！咁到底古仔细个嘅时候又系咪咁样嘅咧？唔似，我细个唔系咁样，我细个系戴副好厚嘅眼镜咁样。诶，嗰张相唔系我影嘅，嗰张相系林峰影。哦，咁啊，跟住我啊摆上去，咁啊俾大家睇下。另外，同场嘅九云卫呢日就以贴身长裙现身，但系就一直用手遮肚，唔通有好消息要同大家宣布？你们好坏啊！没有啦，其实因为真的是刚刚说过，就生病了一个月，然后在床上睡了一个月，就上几次出活动，大家可能不觉得，但其实我的人的精神状况还是蛮分散的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可能是这一个月让大家觉得就是没有之前这么 fit， 那希望能够像火山拍剧的时候，能够再把自己练回标准的身形。